全年中元节祭品五二折，还可抽汽车。抢中元节普渡拜拜商机，全联福利中心昨天携手日本卡通鬼太郎推出鬼太郎收纳箱，箱内包含七大热门祭拜商品，整箱只要333元，等于打了五二折。零食、饮料、泡面，绝对都是最畅销的一个商品。那特别来讲呢，就是说这个箱子是有设计过的，它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堆叠，变成是一个很好用的收纳箱，可以放在三层柜，你可以收纳你想要收纳的东西。不但如此，买鬼太郎收纳箱还可抽奖市价72.9万的汽车。就是把这个中元节当作是一个欢乐的，好像台湾版的万圣节，那去做一个抽奖的活动，也希望大家用一个比较欢乐的心情来过这个中元节。另外，全联也首度在鬼月的采购高峰推出4天深夜不打烊活动。中元节的前3天以及鬼门关开的前1天，做深夜不打烊的一个营业，我们预估业绩可以成长20%以上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